拿这份，明天中午到。哎，喊我干嘛？你不讲碰吗？我帮你选。你是想？哎呀，视频，真残疾啊！真香！看着你我都没食欲，还是你先吃。好兄弟。你咋都熟悉，对不住了，兄弟啊，算了，不管你。来，兄弟，你我弟兄，彼此弟兄。你还三个，你不给我一个啊？给你个炸雷！你要吃啥？嗯，方便面。吃点啥？辣椒粉。红辣椒粉。豌豆粉加辣椒不是辣椒粉吗？那不还是豌豆粉？没文化的，我是爱吃辣椒的。顺便说完本，辣椒管够。这点辣椒还管够？看什么看？辣椒粉来嘞，放给我了。辣椒不就在？你这辣椒也不够啊！够够够！你干嘛？你不说辣椒管够吗？哎！啊、是，妈的！哎！哎呀！今天生意又白做了，今天这个局面有点棘手啊。老板你来，自己什么风呢？不清楚吗？这个青铜不符合我的实力，这个白银也就一般，这个黄金只有你符合我的气质了。黄金也不过如此，肤浅，小看了你。谁不想成为一个强子啊？我得选这个白银。哇哦，白白的带哟。切，不过就是嘛。没有一个是货。青铜才是 YYDS。不按套路出来，你干啥？你说呢？老板，哎，给我来个缝。好嘞，老板，我们飞也快一点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马上到了。老板嘞，快点走。没有啊，不好意思，萝卜长拿过来了，快点，快点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赶时间，这么赶的吗？要迟到了，迟到了。哦、好，这么讲究，还自己带个碗。干净卫生没毛病，每天这么准时的吗？老不久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懂了。给我煮个豌豆粉。等一下啊，久等了，来。海鲜粉有了没有啊？没有。
鲍米粉呢？真没有。把你垫子足够的上一碗。哦，把这扫过去了。哦，慢走。加个蛋。好。哎，看你忙的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来，来这里啊。好嘞。来，老规矩的蛋。嗯，好好好好。你怎么筷子倒起来吃嘞？正常人都用小的这边吃，我为了防止传染面倒过来吃，这样传染不到。哦。哎，你怎么也倒过来吃嘞？哎，我有病，怕传染给别人，所以把筷子倒过来吃。我去！今天我们鸡，你们选有没有意见？我可以相信你吗？你可以选择不相信。我没有意见。这个红红火火，最近火气有点旺啊，该你了白猫。这个开开心心，做人嘛就要开开心心的，就你了。哎呦，真的好开心哦。说好的你分析我们选。搞忘了。这个红红火火，你不要的我也不要。这个蒸蒸日上可能有风险，但我不怕，就你了。你就不能蒸个包子吗？看来我今年注定红红火火。就这？又红又火，没毛病啊。你是什么东西？看心情。嘿嘿，这是我们家新研发出来的茄子，这个是肉末茄子，这个是剁椒茄子。来，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肉末和茄子完美的融合，满满的肉香味。这一款就是我们家的剁椒茄子。这两款的区别呢，就是一个有肉，一个没有肉。它们的特点呢，就是茄子都很入味，缺点就是都很费饭。喜欢的朋友来两趟试一下。坚持不惯，好吃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不给你。快快点！等一下，急什么急？我还有一下。就这么点？你们俩什么意思嘛？给我啊！